我年龄六十八岁了，他让座一下。你，这个都在滑手机，没有表示。到现在我这样大声在跟学校讲话，他们还是一样坐着，满满的。这是你们学校台南移动的学生，我现在跟你教是讲话，他们还是照样这样坐着。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台南市的孩子年轻人是这样子，南移动的话真的是这么悠久的历史，但现在年轻人是这样子。 阿北，你回头看看啊！站得满满的，我跟他说我年龄六十八岁了，请他让座一下。四个人都在滑手机，没有表示。到现在我这样大声在跟学校讲话，他们还是一样坐得满满的站起来。这是你们学校台南移动的学生，整个车子上，你们南移动的学生至少有一二十个。 往仁德，对，还有前面是。 他在我的，就在我的前面，他要是不是哑巴，他应该是听到了，不是耳聋，应该听到了。当然有啦，我现在还在车上啊。不只是他旁边三个是你们，都是你们南一中的校服的学生，背着书包国立台南一中，都还是照样坐的。我现在跟你教是讲了，他们还是照样这样坐的。 让位给老人孕妇、行动不便、哦，以报小孩的乘客，这就是他的定义。写在前面图画的好好的，对，照样。我这么大声跟你教务处讲话，他们还是这样子。我想你们车上很多学生都听到了。后面，大家一起看笑话。 国外做哎，叔，他就玩手机，什么不舒服？就要起来吧。国外做绝对不能乱做，懂不懂？规矩，动不动不熟悉，不熟悉。叔，这是国外做哎，他有吗？那他呢？哎，这是国外做哎，啊？ 手机，你说我睡觉你还差不多，手机好，怎么可以随便做国外做呢？手机好一点，几岁啊？好一点，哎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讲了还要听，哎，可以这样子，玩手机。 妹妹，你这样过，你在这过来的，是羞耻，讲了还问。
快的呢。不是没跟你讲过，人家是跟你讲过，你还是不带呢。好了，你先下车啦。你有我那边还有一间公车站，你再去叫，你再去。公车站还是在后面而已，走几步路就到了。知道。啊，现在没有一直戴口罩，我们这个没办法。资料等一下先留一下。他是有口罩，还是没口罩？他有口罩，没戴啊。好了，你先下来了。十八给我。我要讲几次，民事的部分你自己去跟他公司谈。啊、你跟我们讲没有用。他还我。哦、司机没有这个权利可以退你钱啊。没有，他举债，那就还我啊。啊，人家是依法行政，你刚才讲这么多干嘛、啊？你怎样啊你？啊，你注意的态度好不好？怎样？啊。好、啊，小姐，你要不要下车？你十八还我啊。你要不要下车嘛？不下去，十八还我。你不下去哦。人家没有还你，人家因为那他拒载，为了还我是合理的啊。啊，对啊，他、啊、说我说你有问题，你可以去跟客运公司反映啊。他现在他不还我，他现在没有办法还你，他是代表客运公司出来载客人，他只是载客，不是来收钱的。